大象的朋友就要来坐这架越野车，由专业的导游陪同下一起出发去找大象啦。你可以在不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下近距离地见到他们，那就不怕会骚扰到大象啦。相信你和其他游客一样，见到这么有趣的大象都会拎起相机不停拍照。